丽，你要讲一下，帮我是不是很幸福？我一定也有用，他也用，我用得很爽啊。我觉得你们就给我照就好了，我比较在乎那个大不大了。何宇文找前男友帮他用得很爽，动念再婚条件曝光。哎，感觉有跟拍都是 BLACKPINK 跟 BTS 才有跟拍，随身摄影师哎，怎么突然有一种我很红的感觉啊？何宇文找来摄影师跟拍，记录自己一天的工作日常。你干嘛再婚？你不用再婚，再找真爱就好了。真爱就算，我要结婚。人家是摩羯座，对摩羯座是可是要名名分，要名分，名分跟财产权，继承财产权。先超忙，先通告超。最近有在忙世间歌的事情。他之前上节目曾说呢，新幻想对象是白云，对戏院王世坚也很有好感。我没有真的喜欢他。各位男士不用再伤心了，这只是一个错误而已，美丽的错误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这么 care 我喜欢世间哥跟白云哥，他们两个就是这两个人，我都有被粉丝就是留言跟私讯我说他们很伤心。为什么？还有一个粉丝说他照照镜子，就觉得自己哪里比不上白云，我就心里想说。什么？这不是玩笑话吗？你的粉丝都很当真，会不会他们还传他们的自拍给你？我每天都收到很多大肚照，我觉得你们就给我大雕、大雕、大雕照就好了，不用大肚啦。我比较在乎那个大不大啦。二十以上，二十以上怎么可能？不够吗？台湾哪有？好，我今天要去录我的最后一个工作，我最后一个工作是跟我们进来看看两个不成才的东西。这两个算是我的员工啦。看我现在红到有随身，这种就是 BLACKPINK 的等级啊，要随身携带就是摄影师啊，干嘛我 BLACKPINK 是什么东西？看我，而且有谁能够分手后前男友还免费帮他录音的？就只有我啦，大力讲说。何宇文离婚后呢，曾跟前妈集团员大力短暂交往，但又拆了。大力，你要讲一下帮我录音是不是很幸福？不是，我好像我频道之前就有人问过我，为什么没有找我前男友一起那个。他一直都在，我们什么叫为什么没有？一直都是好吧，没有什么机会，就没有特别拍他，但是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。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分手会就是恩断义绝的人、啊，尤其是他还有用，他还有用的话。有人这样讲话的吗？我喊看他，他是不是前提是要有用？我一定也有用，他也用，我用得很爽啊，我用得很爽啊。